实验开始之前，就要检查我们的设备跟通讯是否畅通。畅通之后才开始进行试验。然后存量我们要。把样品称好的质量填写。填写 Z。这是样品的质量。把称好的样品呢放入我们的干锅里面。或者是称我们的一个点火石的一个质量，同样把称好的点火石的质量，然后填写在这里。在连接的过程中，我们的点火丝啊是不能碰到我们的干锅的，是不能接触到它的。然后点火丝是一定要接触到我们的样品，这样才能燃烧的彻底。之后把我们的氧弹里面加10毫升的水。往里面加入。加3兆泡的氧气，3兆泡，3.5兆泡。现在加水吗？
这里面加水吗？这里面加水。在这边，然后就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个加上去了。我们现在时间也就快结束了。
就这里会出一个数据出来，对的，他弹就来就行了，不管他就死掉。开始，测试已经完毕了。测试完毕了。然后像跟前面一样，每次的实验之后呢，他要做五次实验嘛，然后取他的平均值。然后一次做实验，然后称。一次做跟第一次一样，称样品的质量填写，然后称点火石的质量填写，然后开始测试就行了。然后连续做五次试验，在报表里面呢，然后勾选它，填写有效。然后把它的这个平均值，然后进行就是使用当前的水当量平均值进行热值测试嘛，然后测试完五次水当量之后呢，进行五次的一个热值测试。热值的跟之前水当量的测试的步骤是一样的，也是开始测试，称我们的一个样品的一个质量，然后称点火石的质量，然后把它填写。那这个呢就是样品的质量，这个数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当量的那个平均值，它会自动填写的。这就是我们样品的一个质量，填写样品的质量跟点火石的质量就可以了。然后开始测试，也是连续五次。然后你勾选这边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它的数跟平均值是一样的，热值的测试跟水当量测试是一样的，步骤是一样的。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表格的生成报表，点击它就会生成报表。清洗，把里面的水倒掉，把里面擦干。就刚才我们不需要清洗的，不然你做第二次试验的话，里面有残留物的话。